校长有提及到之前他所关注的校园的道路都崎岖不平，那希望提供给我们这些新兴学子在校园里面可以有一个很安全的一个道路可以行驶。所以我们超一的第二班，因为我是超一第二班的班长，连班长在内总共五个同学里面来响应。只要学校有需要，我们都会去帮忙，不管是募款或捐款，因为我们觉得我是新大人，我以新大为荣，所以我愿意去做。希望各位学长姐都能够一起来啊，因为事不管大小，总是我们中兴人一家人，中兴人自己人，自己人的事自己来。